今天参加梅兰桥之翼公路车的 TTT 绕圈，第一次参加，工作人员应该很有趣，全台湾最厉害的人都来了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啦 ，Go！ 哎，我们现在来到鹅妈妈这个 FTL 二日赛的领取物资现场 ，Let's go！好，现在已经来到梅兰桥 TTT 的现场，这是我们的颁奖台，然后各车都已经出去热身了，现导裁判出动了，哎，宪哥啊，来，我们准备开始访问女车友哦。那今天有什么战术呢？做二望一，做二望一，做二望一，绝对不可能第三名。第四名。于是，一四八车队就第一名了。女子组，因为这次呢，女子组就是两队，那我们就取一名。那这次得到冠军是我们的一四八加强款哦。传说中台中帝王队，聊聊的话，有帝王神功的车队。我们先让他就不会被追到了，让他们先走就不会被追到。我来读鸟，咱来看伊饮水啊，那煮青蛙，这嘛是爱学习。热热的。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谢谢南哥，谢谢南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我一定会投你的，我一定会投你的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不要不要再假发，帮我骑一下。真的很轻松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你们还有钻石？北部网红来了。我已经开，我已经开大火，他还觉得是温水啊，看是大火。
哥啦，这样举手一下。以后哈 ，FTL 的邀请赛哈，真的真的不要乱参加，哇，这点着。你就来各位，不好意思 ，OK。大家都在这里有我们的两杆凝胶，还有防护霜跟沐浴露。两杆凝胶的话，就是你们运动后，其实它是可以让你们加速舒缓你们的成立肌肉紧绷感。先支持一下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那首先代表我们云林县观光协会哈，来欢迎远到全国各地的喜欢单车运动的好朋友哈。那这边还是代表我们云林县所有的民众，来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的第一名，欢度一下吧。天机啊，拿起来！队长是谁？阿亮，阿亮，阿亮这个。上大只的，最大只的就拿大只的。哈，哎呦，欢呼一下嘛！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，队长来。嗯，你们看到我们的镜头，小狼狗的声音。我靠，第二名，来第二名，我们的前进车队哦。来，队长是哪位？这里，这个，这个。啊，不错。我们的来，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现场 TTT 的一到五名的选手，还有我们的大甲高中校队。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前面做个大合照哈。来来，跨跨个头颈的哦。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。明天，明天就是我们的那个世纪登山赛了哈。明天还有参加的选手，今天晚上记得，我要去斗六夜市哦，叫他生好看，他都点点哦，这套全耶。